小弟姓陈啊，啊，身材啊，啊，小时候是来自马甲、啊，我1971年我就开始投入这个摄影行业了。啊，我们的工作室包括复印，啊，现在复印那些现在拍照片相馆的不是单单复印的，还有那个 print 啊，那个用手机里面 print out 出来。最旺行业是1980多年开始的 ，OK 的，那时候出相机。有奥多相机，有 film， 有自动屏幕，我那时候很好做。后来数码机来的时候，就糟糕了，就革命性了，就整个要改头换面了，全部。等于你相机一个相机，室内的啊，6000-7000块相机都要丢掉了，都用不到了，要改为数码了。只要你的 film 相机全部要丢掉，用为数码机。我们改良是不会啦。做到可能做到没得做为止了，孩子也不可能做了，孩子做法跟我们也不一样了，他们做法也不一样的啦，啊，我们做这比较传统的东西，比较用心去做的，活生活就是这样子了，为人民服务了，赚点毛利这样子了，啊，就是我贡献给顾客。